做，你对得起人二米？别生气，大姐夫啊，情况是这样的，怎么的？我的飞机啊，因为大雾取消了，我就来这儿喝了碗疙瘩汤。王小倩说啊，今天是我们公司赵铁丹，丹丹你见过的呀，他的生日，我于是就让王小倩给丹丹买了个生日蛋糕，就这点事儿。顺风啊，哎，你下回编瞎话的时候能不能编个高级点的啊？怎么又赵铁丹呢？我真没说瞎话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还就没赵铁蛋吗？这回不是，这么着，干什么？我对灯发誓。你闭嘴！哎，你千万不能对灯发誓。你上次发了一个誓，咱小区停电半天。我要是撒一句谎，天打五雷轰。你闭嘴！你上次发了这个誓以后，咱这连续下了好几天暴雨。那好吧。我以钱顺风的名誉，你拉倒吧，你还有啥名誉？大姐夫，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你这么的啊，你给赵铁丹打个电话，你问问他今天是不是他生日。哎呦妈，钱顺风，你以为我不敢打呀？来，把电话号码告诉我，13964559488。我可摁了，打。打。哎呦，我觉得这回倒不像说瞎话。你真没说瞎话，我说的是实话，大姐夫。你说实话，你就跟二米说清楚，不就完了吗？谁知道呢？我说实话，他不信呢。谁让你老说瞎话呢？你看他那个造型，啊，大姐夫啊，今天我是过不去了。我跟你说，你替我扛一下呗。你以后你还说不说瞎话？我不说了，大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替我扛一下。我给你扛一下，扛一下。你每次出事我都替你扛，求你了。哎。我大姐夫一声叹息，证明他可以替我扛了。真是，大姐夫，你说我怎么替你扛啊？我现在跟他说蛋糕是这个事儿，他也不相信呢。不是，365天你都替我扛下来了。我跟你说，今天你要不替我扛，街坊邻居们，你们答应不答应？说啥也得扛。这怎么给你扛啊？我说蛋糕，那我给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到底研究明白没？啊，怎么回事？大米啊。啊。哎，你最近瘦了是吗？别整那没有用的，怎么回事？那个，这蛋糕是你大姐夫买的。你看，他买的。你买的？我买的。你给谁买的？哎呀，给爸。咱爸今儿不过生日。你妈。咱妈今天也不过生日。你大姐。我大姐今天也不过生日。大姑父，我也不过生日。你别去。那钱顺风，我不过生日。我过什么生日？我过生日，他能不知道吗？知道你不过生日，不过生日你吵吵啥？你不过生日，你不过生日，谁过生日买蛋糕？你知道吗？你不有个前女友吗？王美丽啊。王美丽。啊。那个我给我前女友买个蛋糕，过个生日，怎么的？不合理呀、啊？合理。合理。合理。不是，这倒挺合理。这合理。但是大姐夫啊，你不怕我大姐收拾你啊？